让马达轴心变长，就是接这个了，用手螺丝的，让马达的轴心变长。你看，就是接这个手螺丝的哦。接那个是金属板，剪那个切扣的，那就可以变锯砂轮锯片的锯刀。聪明。啊，是去咧啥会扰乱啊？毋知啥咧扰啊，对袂？进来，扫的，去洗身躯嘞，进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优赞，今天教你。啊，进来，看还蛮看嘞。么个啥会咧扰乱啊？那乱要创啥？要创啥？进来。马哥叫了呢，点点啊，那个，啊，不也得时间的，我点点忙叫了，看到马哥没？我点点那马哥，马哥太棒了。